或者是验扎卡，因为扎卡的话我非常感谢他能够在他用他的铁血然后呢塑造了我们这样的一支阿森纳。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26号下午的16:06，刚刚在我准备上飞机之前呢，就看到这个视频，哎，阿森纳新赛季的主场球衣呢正式发布了。今天这个视频我就要打个飞机去杭州拿23到24赛季阿森纳的全新的主场球衣，出发。哎，这个什么盐系青梅气泡冷萃，喝起来真的跟咳药水一模一样的味道，各位千万不要点好吗？答应我。打个飞机来杭州拿这个阿森纳球衣，不过呢啊，现在拿到手的这件是球迷版的球衣，就比较快速的跟大家去做一个开箱啊，做一个第一眼。现在我拿到手上的这一件呢，就是23到24赛季阿森纳呢主场的球迷版的球衣。好，那大家只要在这个电商平台上面买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哎，里面还蛮多纸的，然后就保护着这个衣服。这一次非常荣幸受到阿森纳官方电商平台的邀请，来到杭州这边呢做一次新赛季球衣的直播。负责中国内地销售的是杭州的一家体育品牌管理公司，他们同时呢也负责很多不同的赛事以及球队的周边产品的发售，包括之前的世界杯、欧洲杯，当然也包括呢北京国安的周边产品也是由这一家公司呢参与设计、生产以及销售的。啊，当然啊，阿森纳肯定就是这次我在杭州行的主角，而我在这边看到大部分的产品呢，大家都能够在阿森纳的官方的旗舰店上面买得到啊。有兴趣的朋友呢，还是记得要多多支持一下，好吗？哇，第一眼，是吧？第一眼，我也跟大家一样是第一眼。那这件衣服就整一件就是基本还是以红色为主调颜色啦，然后球衣的内部的这个位置呢会有金色的这个三条纹啊，金色三条纹。恰逢2023到24赛季呢是阿森纳不败赛季的20周年纪念赛季，新球衣上面呢除了颜色在分布上呢致敬了当年那个呢前无古人的战绩之外呢，肩部的三条纹也是用上了金色，这是为了致敬呢当年英超联盟为温格颁发的象征着不败赛季的金色英超小奖杯。好的，那除了这个肩部的三条纹是金色之外呢，还有队徽啊以及这个三条纹的 logo 呢同样也是金色的。那整一件球衣上面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闪电的一个暗纹在啊，就是阿森纳这几个赛季其实用了蛮多的一个这样的图案吧，然后背后的这个位置呢同样也是有这个金色的一个三条一个闪电的标识。以后拿到球员版之后呢，再跟客场以及那个第二客场的这三件球衣呢一同呢去跟大家呢做一个更详细的、更详尽的，然后更全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介绍。这期的视频呢主要还是一个小小的快速的开箱而已。新赛季阿森纳主场球衣的官方售价，球迷版依然是599元，球员版呢将会在6月中旬陆续到货，官方售价呢为1099元。关于尺码的问题呢，稍后详细去给大家介绍，先给新赛季阿森纳主场球衣呢打打分好吗？因为它比较的经典，然后包括它做了一个复古的，就是一个 callback 的一个圆领的设计，然后包括呢非常有张力的这样的一个闪电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底暗纹，包括后面可能也涉及到了一些金色的闪电的一些小巧思在。我是觉得就整体来讲，我是很喜欢这个特别的配色的。其实这件球衣我在订货会，去年的订货会就已经看到了实物了，当时就是很惊艳，
让我作为一个阿森纳球迷肯定很自豪，就是很独一无二，很特别，尤其是他身上这个白色跟红色还有金色的一个配色。杭州之行呢，让我出尝了一下做带货直播的这个工作。平时自己呢也偶尔有看一下小小的直播，也会做一些比赛的评述，但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呢，原来做带货直播呢是这么的累啊！向每一位的做直播带货的主播致敬一下。而在整一个直播过程当中，回答最多的除了是尺码的问题呢，当然就是哎，史丹利，你新赛季会应哪一位球员呢？或者是印扎卡，因为扎卡的话我非常感谢他能够在他用他的铁血然后呢塑造了我们这样的一支阿森纳，然后也正是我们这一些年轻的球员需要的一个大哥的形象，所以说可能大家也知道他要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和祝福。看完最后一场对狼队的比赛之后呢，我跟 Grace 的想法一样，所以马上呢就去印了一件啊最后一场的扎卡。因为呢23-24赛季呢英超的无论是印字还是臂章呢都会更换的，而且呢杯赛的字呢也会有所改变了，所以其他内容呢还是要留到呢三件的球衣啊都到手了，然后全部印好之章呢再出一期新的视频呢跟大家呢去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最后再来说一下尺码，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呢，我穿的这一件呢是球迷版的中国尺码 L 码。新赛季 Adidas 下面的球衣的版型还是剪裁呢，会跟世界杯时候的一致。如果你有买过世界杯球衣的朋友呢，哎，根据你之前购买的尺码选购就可以了。再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数据啊，我身高是173cm， 体重是67公斤，穿衣的风格呢是喜欢比较宽松的。22-23赛季呢，球迷版及球员版穿的均为 M 码，而23-24赛季阿森纳主场球迷版呢，中国尺码 L 码，我个人感觉呢上身呢还是比较的修身的。啊，参考世界杯时候的尺码呢，我自己会选择呢中国尺码的 XL 啊，无论是球迷版是球员版呢，尺码都是相同的。而如果你喜欢在欧洲或者是在官网购买球衣的话呢，要记得当地的尺码呢均为国际码，跟我们中国尺码相比呢会偏大半码到一码左右吧。啊，最后再次提醒一下，以上仅仅是我个人尺码的选择，并不具有代表性的啊，还是要根据你自己个人的身材呢，以及最重要的记得是穿衣习惯去进行选购，好吗？有的朋友喜欢宽松的，有的朋友喜欢合适的，有的朋友喜欢紧身的啊，有条件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各位呢，一定要到实体店呢去试穿一下呢，再进行选购。好的，那么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呢，麻烦给我按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一起看。视频呢会同步在微博、BB 和 YouTube 上呢同步更新的。还有任何啊关于新赛季球衣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处呢去问我啊。如果可以解答的话呢，我一定会呢尽我所能去为大家呢解答啊。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